拉面熊林志胜大师兄频频开炮的原因，除了要请大家吃打折的炭烤三明治之外，还希望感动球迷，换回大家对棒球的热情。欢迎家里卖炭烤三明治的大师兄林志胜，恭喜林志胜！他不但场上有精彩表现，他在场边常常也让大家非常的欢乐。得奖就是有这样的好处啊，可以免费打广告五秒钟。我们要请苏富领队来帮我们颁奖，恭喜大师兄，再次恭喜林志胜。大师兄被点得笑穴了吗？这个奖去年在颁奖典礼结束的时候，有记者问我说：“明年你想拿什么奖？”其实那时候第一个想到就全垒打王，可是我没有想到今年真的拿到了。我觉得啊，真的是啊，在这边先感谢我们的蓝绿熊董事长刘伯佑先生，感谢你对我的栽培，也感谢教练团、各位选手。你们的努力，感谢你们。然后这边，因为本来我的家人本来要跟我一起来，谢谢阿公，我得到奖了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林志胜特别要谢谢他的阿公哦，让我说一段这样的故事哦，因为阿公从小等于说抚养他长大，那志胜从小是跟阿公住，所以他对阿公有特别深刻的感情。对，所以他本来希望今天阿公能来帮他颁发这个奖项，不过好像阿公没有办法前来。对，好，所以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林志胜今年终于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全垒打王。对，我们要谢谢他今年一整年非常精彩的表现。那我们现在典礼进行到这里，要请大家再稍微休息一下，三分钟后马上回到现场。